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开济天龙，万生之主不过七上帝。见我慈悲名师普化七上帝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智胜，加持灌顶见太平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。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殊王善知识，各位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今日是癸巳年九九法会的9月15日，我们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，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泄尽天机意，天机密，但是你要修，你才能真正的知道天机的根源，才能还本还原。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，一修还本还原之道，会念阴阳而不得，错离卦已不坎，这个就是知命。我们既然来到世间，一命呜呼哀哉也好，或者一口气出生，哇，四象打开，无论生或是死，在生和死之间，有的是一瞬间，有的是一生，有的几个小时，算时间不等的任何一个刹那的时刻，我们要修道，我要多求道，我要多进这个道，要多修行，了解人生的真意，你才能在最后的刹那才能还本还原。最近以来，我们台湾很多现象变成社会的问题，年纪一大了，失忆症很麻烦的问题。刚才我们圆了法师，请说师父为什么会有失忆症呢？我发现失忆症魂的菩萨大众们，平时只是在努力怕病，
维持家庭的生活，养儿育女的功德大如天。啊，但是一到我年纪大了，他的脑海里面、心田里面没有自己的当下净土，和忘了自己未来的净土在哪里，塞在自己无形中的烦恼，不了解自己的尊严，啊，不了解自己的咒在哪里，所以就很容易失意，一有挫折就开始渐渐的悔恨都出来了，不满子女，不满亲友，啊，不满天，不满地，不满大众，不满社会了，到最后来失忆症都会来，你放心，绝对会有你的份。哦，所以这是很恐怖的嘞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就鼓励啊，大家，我们还再生的，以这些老菩萨他们的所发生的烦恼给我们提醒，但是我们要有法，要修行，多念佛。多念佛，我们的灵魂最可贵，要我们就安魂立魄，自我安自己的心，自我安自己的魂。我相信现在莲座上那么多的列祖列宗先灵们，在世间失忆症的太多了，一旦身体坏掉了，啊，回归大地了，我们的灵性在灵魂界里面懵懵懂懂的还很多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失忆症的问题，我们除了我们子女啊要想办法求王禅老祖啊，以修行的法仪啊，为我们失忆症的家人老人呢啊来修行，那个的法呢，我以后会求老祖开示怎么样来修法，但是我们要事先先预防自己不要有失忆症。刚才我对圆寮法师说呢，也许师父过去讲的太多了，哎，有一天换师父失忆症也不一定哦，是不是？哦，但是我自己很自己觉悟啦，一定要自己勤修啦，好，不要随便动怒啦。很容易动怒的人失忆症特别多，嘿，我看过很多失忆症的就是很容易动怒，有的憋在心里，哎，很不准啊，解不开啊，解不开失忆症就会来，要注意啊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我们自己的天上净土如何回去，在这一生如何在修自己，在这一生好好修行，啊，自己的唯心净土，啊，自己的命卦净土，自己的命卦天心，求自己的命卦天师，怎么修行呢？这一节我们就来讲到地雷互卦，啊，地雷互卦，地雷天师的勤修心呐，啊，勤修人，要修这个人，任。勤修人，啊，一阴一阳五阴好修行，啊，那人人相处以和睦，啊，夫妻友情一家春。我看过地雷互命卦的同修，很多信众大德，家里恐怖圆满的，太多太多了，很可怜。那就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命，不了解自己的内在的基因，所以自己时时心上觉得好像什么事要发生，所以表达的方式砰都出来啊，很容易反目啊，反目欢脸如欢书啊，很可怜。做事业也一样，做生意也一样，人与人之间很容易反目。
所以我们地雷护命卦的同修们一定要修忍耐，阿弥陀佛成就六波罗蜜，一个第一个持戒啊，第二布施啊，第三什么啊，忍辱啊，所以要修忍辱。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好坏都是我们的老师，你要会善解，要禅解，所以修忍辱。所以释自在王如来呢，听了他六波罗蜜以后，啊，就加诸2700劫，啊，这个啊业，啊，给他修行，看他是不是真正能忍辱。哦，我们唯心正教本人修30年才过一劫呢，阿弥陀佛啦，2700劫为他修哎，但是都一个忍辱。那么我们三族，先人皇帝族、神龙炎帝族合起来和蚩尤族打仗，蚩尤族打败了，本来是神龙炎帝与蚩尤部下的战争引起大人的战争，而后来神龙帝下南啊，来找求助于先人皇帝，所以在涿鹿之战81回合，蚩尤族打败了，结果被历史上政治上的斗争呢，把他形容为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啊，所以只有是炎黄二帝5000年来，因为蚩尤族啊，他所有的后裔列祖列宗们不满嘛，所以造成名扬两界的心不满，才会造成3760多次大小战争，包括现在两岸还要想战争，很可怜的人类比动物还不如，真的很可怜。而不是用爱来相亲相扶，所以蚩尤族在8年前，他呢开示了他含冤忍辱5000年，含冤忍辱5000年，你看，这个告诫我们要修忍辱，有一天会有人为他平反。哦，所以王禅老祖为蚩尤族平反了嘛。啊，现在才有中华三族嘛，才圆满嘛。啊，中华三族中间是相亲相扶，皇帝来代表。啊，这边用人为贤，就养贤蓄才。啊，神龙炎帝来代表。啊，那么蚩尤族礼贤下士，安抚民心，要谦卑。哦，所以由蚩尤族来代表，修行忍辱嘛，向内心看嘛。修忍辱，所以各位，我们在世间上，人在世间上10有8 9不如人力的。国务孙中山先生他开示了，人生10有8 9不如人力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要修忍，凡事忍下来。你不高兴了，茶喝一下，水火济济呀，啊，水火济济。你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学习要修忍嘛，不要扁夫妻之间扁得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无人缘的红阿婆，无人缘的东叔，我们何必来世间做些无人缘的呢？被我们的身体的时间与空间捉弄了，我们的灵性在天上世界都是活菩萨，为什么投胎来世间上，有的身体被愚弄了？因为被你的命卦所愚弄了，翻脸不认人，很可怜的，啊啊！这一阴一阳五阴好修行啦，啊啊！人人相处宜和睦了，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和睦了哈，啊！夫妻有情一家春，所以夫妻啊，那相亲相爱啦，
你要有智慧啦，啊，能够包容啦。我们学易经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好多师兄师姐的，啊，本来夫妻啊常常有很大误会，我说来上课再讲，结果呢，夫妻来上课了，就可以同时再出再入。哎呀，师父，我好窝心哦。为什么？我跟老公结婚了，好几十年，没有像这样一个礼拜有一天载我去上课，回来又相互讨论，嘿嘿，午后我赞呐、啊！所以各位大家，多修行啦，再来啊，地风天师的真言啊，地风天师如日升呐、啊。曙光升高换光明，啊，万物希望展生机啊，啊，急功好义勿太急。我们早上的太阳，像去阿里山看日出的时候，太阳出来慢慢出来，它绝对不会用跳的啦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呢？地黄师的命卦，你卦中主生了元神。啊，无常，那你就要靠自己呢，不要太急呀、啊，啊、哦，慢慢一步一步前，你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成就。啊、哦，算地风天师他的成就真言，就是这一个啊真言。希望我们有这个命卦的同学们，啊，或者当下过去生灵魂界现在的列祖列宗们，你们有这一生。过去生的命卦，还是把这个尊严牢牢记在你的意识四田里面，啊、哦，地风天师啦，如日升，好，那么曙光升高，换光明，啊，万物生机啊，希望展生机，急功好义勿太急，啊、哦，我们要有智慧啦，啊，慢慢来，但是也不能慢。也不能停，就我们看太阳，就是你的老师，他还是一直上来，云遮住了，他照常起来，所以人生就这样嘛。啊，我们在这走的人生路径有障碍了，你还是不能停，你可以绕道，啊，你学习太阳，用你的信心，啊，用你的爱，你来走你的人生，绝对会成功的。所以你们要回到自己的啊太极天的世界，而自己的净土呢，穷本还原，要回归自己的根源的时候，你若是命卦地风生卦呢，你就依照啊这个卦象啊来修行。接下来地水师的命卦，地水师卦。地水天师啦，好修好合，啊，能扰人时多扰人，啊，勿结恶缘为上策，啊，留得退路保无忧。地水师打战，哇，历史以来你看，3760次大小战争。我们的列祖列宗，我们的这么多的天主帝王，发动了各种战争，名义视为将军，哦，很威武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把人的问题解决？啊，历史5000年来3760次大小战争，并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嘛？世界上有816次大小战争，也没有解决世界的问题啊。人还在斗啊，为什么？人真的很可怜，常常自以为人是万物灵长，结果比一些动物还不如，哎，真的很可怜，应该忏悔，应该忏悔。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，我们来到世间上啊，我们要用修行的方式
把众生放在心中，要修好和，修好和的命卦。一个地水师的人啊，有时候你太旺的时候，凡事不得理不饶人，一竿踩到尽头啊，一下子要打败他人，这种想法比老虎还凶恶，很可怜啊，比百步蛇还凶恶，很可怜啊，这必定是你最大的人生考验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要注意啊，我们地水师命卦的人，你一定要注意啊，要修人与人，修好缘分啊，人与人要以和为贵的时候，多找人处且找人啊，能修自我内修啊，多念佛多修行啊，那么你一定会很快乐的啊。再接下来呢啊，误解恶言为上策。我们很多，我看过很多地水师命卦的人，很容易跟人家结上恶缘，自己还搞不清楚。我一竿踩进去，要把你砸死，抓来叫来骂，骂的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啊，骂了到最后你骂什么，你还搞不清楚。但是你的恶业、你的恶缘已经结上好几辈子了，永无翻身之地呀。不要以为哦，我就搞的嘞，那个很可怜的人才说我就搞的了。哦，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，他从来没有去用各种的恶言恶语去伤害人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们要学佛，学佛就学佛的修海修阳啊，就学佛，学佛的不贪不取啊，就学佛。啊，学佛的智慧啊，处处关心他人，叫做学佛。好，啊，那留得退路，保无忧啊，留退路。各位同修，啊，不要随便随便发动要战争。在前几年，两岸哦，常常说呀，要发动多少的飞弹啊，要打台湾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很可怜啊，皇帝三祖老祖宗156156列祖列宗啊，你保佑保佑你的子女啊，在大陆的子女啊，心要有慈悲，不要想办法想着要打台湾，哎呀，那很可怜的行为不对了啊。再来一个98年啊，在长江沿岸459个天坑地洞，我在想，我不敢去想会这样会发生了。我若是再继续没有天理，天坑地洞落到灰弹的深处的时候，那灰弹到时候是打自己嘛，打自己呀、啊。那有天意有天理耶，不要开玩笑啦，要慈悲啦，处处讲兄弟。前面讲兄弟，后面拿一把刀子要相同，正是这一次我们联合祭祖大典，我们会求老祖宗你们要慈悲，不要再有这个行为。打了5000年的仗，3762次大小战争，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三祖儿女的相亲相爱和谐的问题。所以大家要有智慧，人是万物的灵长，人是从天上的活菩萨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，应该要有那个慈悲心、善良心、爱心，相互的包容，天下不是太平，世界不是和平吗？哦，所以地水师的命卦用在人也好，用在人与人之间也好，注意啊，我们不要啊有那一个坏行为、坏念头出来啊。所以我们打了仗，打了5000年。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嘛，唯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啊，化解干戈习战争，一愿人心相疼爱，同体世界永和平。Thank you.
是主。